路加福音，但我先分享一节啊，我今天早上的灵修，哥林多后书八章二节，我今天在群组里面已经发了，哥林多后书八章二节说，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能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的热捐的厚恩。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能有满足的快乐。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看世界的局势，主，我们也看现在的人性，主，是非不分，主啊，特别许多的孩子，他们所面对的根本对男人女人都搞不清楚，主啊，还有许多的我们以前认为对的，现在都已经没有界限了，主啊，我们也不知道未来怎么样。我们看各地在一些集权的地方，在一些不能自由传福音的地方，甚至包括在美国，在许多的地方都不能公开谈论神，也不能怎样。我们都知道，主啊，主啊，越来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局势未来会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但我们看见在哥林多的时候，主啊，主啊，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然有满足的快乐，主啊，我求你将你的喜乐给我们，主啊，你的喜乐在我们心里面，不是因得我们顺利不顺利，或者健康，或者成功，或者主啊，我们心满意足的时候 才有的，乃是因为有主你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有满足的大喜乐。你说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要成为我们的力量，主啊，你恩待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在学习的同学们，主耶稣，让我们天天被圣灵充满。圣灵啊，欢迎你将神的喜乐就充满在我们，高摩我们。当我们不能快乐，当我们被压迫，当我们心情沮丧，当我们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仍然有满足的大喜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愿你的课，我们这短短的时间，我们要上这几堂课的时候，主啊，求你照你应许说，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谢谢你，愿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求你也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你。也纪念，主啊，不能同步上网的，有的同学他们在课后或另外的时间上网听课的，主，你怎么与我们同在？求你也照样与那些同学们同在，愿你的真理的圣灵带我们一起进入一切的真理，好叫我们因得你的真理，我们的生命可以完全的自由，为耶稣而活，能够荣神益人。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阿们，阿们。好，阿们呀，感谢主。哎，有圣啊，我请问一下，你是怎么样？你是过去你都是上网听是吧？不是同步？是我都是早晨。哎，今天我原先这个三点都是陈院长在讲。王院长，对他，他应该上个礼拜已经公布吧，因为他去台湾了，所以他的课已经掉了，所以他会在11月5号他会上两堂，那下礼拜会上两堂，那今天他没有上的课，对，他上上次，对，我看到昨天看到上面也没有发，后来我就赶紧门打开看看，好，张杰都好吧？张杰，对，都好，刚才有一个那个祷告会给耽误10分钟，抱歉，没有问题。刚好我们这样赶上啊，好，那我们就来看路加福音，好不好？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好，我们以前讲了四福音书都是以神圣灵感动一个人写出关于耶稣，从一个角度或比较像那个马太福音就很清楚，
我们看见他的对象就针对犹太人，所以他里面引用了非常多的旧约，然后他里面关于上帝的名字绝对不提，关于神都不提，所以他说神国来了，他们就用天国啊，所以那个是圣灵感动马太，他从这个角度来记述。那马可就很清楚，他比较是针对当时的所谓的罗马人讲拉丁话的，所以呢，那马可他本来是当过彼得的翻译，那他的亚兰文，那就当时在耶路撒冷这一带他们所通行的话非常好，那他拉丁文也非常好他也能够说一些希腊文，所以当那个彼得跟那个彼得在那个罗马人所在地的他们讲拉丁话都是透过那个来翻译的，都透过马可来翻译。那所以马可呢福音就很清楚看见，所以有关旧约的一些专有名词呢，马可都要把它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在马太福音完全没有马可就这样解释。那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谈马可，好，路加也是。好，我们首先来看看路加的背景好不好，我们来看看路加。路加这个名字呢其实是一个希腊名字，那路加在整本圣经，不管旧约新约，整本圣经66卷大概有40多位的所谓的作者神感动人写的，那路加是唯一的非犹太人是唯一的非犹太人，那路加。然后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好不好，哥罗西书，整本圣经整个新约圣经只有三处圣经提到路加我们来看看哥罗西书第四章十四节好吧，我们先请张杰读好不好？第四章十四节。好的。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好，这边很清楚提到路加他的职业是什么？医生。哎，对对对，这边讲所以路加我们听到是医生。其实你读过那个使徒行传就很清楚了，使徒行传。那整本圣经除了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还有那个腓利门书，那腓利门书只有一章嘛，24节，以及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这三处圣经提到那个路加。那我们在这边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那个很清楚看见路加是一个医生我们再请看一下使徒行传好不好，请哲春来读使徒行传十六章，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十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着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好，继续到十二节。你看，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沙摩特拉。第二天到了米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利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驻防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好，做得好。我们再看十六章，对，第四节。我们再看那个二十五章。二十五章二十七节，据我看来，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好，那是这样子
这一段哇，这段我应该再把它列清楚一点啊。好，我们知道那个路加他是在特罗亚遇见保罗，然后从那时候保罗去哪里，他等于寸步不离都跟着保罗，所以他等于是保罗的秘书兼什么呀？兼那个个人的医生啊，这是一个探亲。那然后一直到了那个保罗他殉道的时候，那个路加都没有离开啊，他从没有离开。那这个是很特别的。我们再请看那个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一节。好，我来读啊，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啊，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好，这边提了两个人，一个是路加，一个是马可。马可就是上个礼拜我们提的马可福音的作者。那我们知道马可在年轻的时候他本来跟巴拿巴保罗在一起，那巴拿巴是马可的表哥，但是他中间因为贪爱世界他就离开了，离开一阵子，然后又开始被神的爱触摸，重新回到宣教团队来。但这时候保罗就不要他了，保罗觉得说你怎么做事半途而废，他就不要。那巴拿巴呢就觉得这马可年轻嘛还不懂事，给他第二次的恩典，所以巴拿巴另外再去带了马可啊。但是从那时候开始巴拿巴就跟保罗分开了。那这时候我们看见从使徒行传很清楚看见保罗这时候就常常跟一个人在一起叫希拉，对不起，后来他们也下到监狱过，也是在希拉跟希拉一起对不起啊跟希拉一起啊。但那时候我们就看见可到年老的时候，他这边特别提到他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路加自始中心他一直就是服侍保罗。我们曾经提过在当时做医生跟现在一样，其实医生的学问就是在一般人之上一点，因为他们要学非常多的东西，然后医生都比较要细微，因为他们要找出问题来，甚至解剖学上当时希腊时代已经开始流行所谓的解剖学，他们要看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这跟这个的关联很细心。所以你看路加福音的时候，路加所写真的很细心，他不仔细他更是忠心，他就觉得哎，保罗是神所选的，保罗身体很不好，他就觉得我要一路陪伴他。所以整本圣经你都看不到，很少看到路加出现，我们刚刚讲路加圣经只有三次他的名字出来，但是呢前后文我们刚刚读了那两段圣经，哲琛读了那个圣经都没有读到路加，但讲到那个人都他跟他在一起，所以路加因为那个使徒行传也是路加写的那所以呢他是很低调，跟我们上个礼拜讲马可一样，马可从来不提他们就是服侍人，那马可我们说过他更是他服侍过巴拿巴保罗彼得，都跟着他们，那所以我们上次有提到说求神感动我们，神量给每个人真的不一样，有人可能像保罗一样，有人可能就是要做路加，你就是服侍他，你有一个专长有一个专业。我记得我读华神的时候那时候好各种神学，可是华神越来越大，那些学生已经到了几百个，延伸至都快破千了，然后呢老师非常多，那所以呢他们就请了一些
专业的人士，本来都是管理大公司的哦，很会做企划的，很会有管理，包括那个用人事啊，包括薪酬啊，因为那时候的传道人薪资都很低，那个那些老师呢，常常就有一餐没一餐的这个月有哪个，哎，把他们找了一些这些专业的人才，他们用他们管理的恩赐、财务的恩赐。那个才干，他们就来帮助，就默默的，人家讲到神学院都会讲到院长啊，或什么什么科的主任、或怎么样啊，教旧约的，教新约的，什么什么，绝对不会提到这关院长。可是今天后来华盛能够强壮，可以培养很多师资，包括一栋一栋的房地产，包括什么，都是这些人默默的，他们用他们的专业来服侍神的仆人，他们就专做这一块啊。那保罗是这样子，独有意思，也就是代表说他是非常忠心的，非常忠心的啊。那这个真的是很感谢主。那这是神，求神透过路加来保守我们，非常特别。我们从路加福音的话，好，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一章了，好不好？好，我来读第一节，你看看啊，他说：“尊敬的提阿菲罗先生，因为有许多人已经把在我们中间成就了的事，按着起初亲眼看见的传道人所传给我们的编著成书，我已经把这些事从头考察过。”认为也应该按着次序写给你，让你晓得所学到的道理都是什么确实的。尊敬的提阿菲罗，那据这些考古学家或圣经学者认为说，提阿菲罗是当时一个做官的啊，在罗马人天下但他对福音非常有兴趣可能应该已经信主了，可是他大概有很多问题不清楚，所以他就要问到底是什么那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特别的，真的很特别。那所以那个因为他的专业，因为他的心系，因为他对神的委身他完全不一样。那包括连那个，你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也讲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好，整个，所以我发现整个《路加福音》它只有两本。就写的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可他对象好像就提阿菲罗。那其实在整个来讲，虽然他针对一个人，可是对大部分的外邦信徒呢，对所有关于耶稣的问题的，都是从他圣灵感动他的针对就提阿菲罗。但提阿菲罗所代表的就整个外邦的信徒，就是非基督徒非犹太人，他们对耶稣的问题呢，哎，那个路加就按着次序就一段一段的写出来。我们等到后面会提到他的次序是什么样，关于路加福音所以这个路加福音呢，他的风格呢很清楚，他是一个希腊人他就是一个希腊人，然后那个良好教育，他们说很多人懂希腊文的人就看那个路加所的哇，说他的用词也就好像英文好不好，也就看你的英文的词汇语调写字，像中文也是这样，那成语或者他们形容不同的像好我们一般人只会想好更好什么，但是那个国学常识好的人
啊，那个成语背影多了，他可以用不同的词汇。他发现路加福音希腊文看起来是非常修辞美好的啊。那然后那个我们看那个整个圣经啊，他对医治来讲，然后什么手按啊，我们等后面会提到。哎，你会发现他有蛮多的医学常识，不只是医学常识啊，而且他应该也曾经当过传医。什么叫传医啊？我们知道以前任何地方都坐船嘛，到任何地方少则3个月，长则可能就是半年啊，甚至更长。当然他们是一个岛到一个岛，一个岛一个岛。那个，我们看《使徒行传》27章啊，很清楚，他把那个保罗在船上的事情记载的非常详细啊，代表他是一个很细微的，也代表他有那个在船上生活的经历。所以考古学家、圣经学者说啊，路加医生呢，他可能也当过船上的医生、船医。我曾经说过，我说我爸爸因为他是船员，那他是跑那个现在所谓的游轮，那游轮上面也有住船的一些要聘请的医生啊，因为有游轮啊，少则那个1000人，像大的都可以到5000-6000人，加上船员的话，搞不好都要破万。那一定会有需要医生护士的，他们那当然你常常在医生护士，他们虽然也不是很长的时间，可能中间就是1年2年的时间，他跟着这条船啊，人家聘请他上去，而且他也刚好可以到处走走。那可是他对船上的知识就比一般路上的医生就不一样啊，所以呢，圣经学者说，如果他不熟悉水手，他不会在那个《使徒行传》27章这样生动的描述啊。那路加福音，因为他医生就受科学的心灵，那路加福音又是一个很有艺术啊，艺术。然后那个他们有人就讲到这是教会传说，说他们在耶路撒冷发现了一幅画。叫童贞女玛利亚的画像，听说是路加画的啊，他是一个艺术家啊。那我们很感谢主，那个神有时候他常常都用一些软弱的啊，举个讲，像我是软弱，各方面都不行，神就用上很多仆人，但神也用一些哇很有才华的，神拣选，反正都是神的时间了，都在神的手里。那路加福音很清楚，我们看到那路加福音是为外邦人而写啊，是为外邦人而写啊。那个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二章好不好？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好，我们看到楚姐妹上来了。好，楚姐妹你好。你好，邵老师，我是昨天回到了学校。今天我就愚昧了，我就说，这是几点了？我这有时差，我给忘了。没关系，感谢主。主的恩典够我们用。是啊，不好意思，没有时差我都给忘了。你手边有圣经吗？我们看一下。有，我就是路加福音第二章，请你读好不好？第一节到第三节。好的。好，请你来读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好，众人各归各。好，没关系，就读到这边好。你有发现啊？他路加他本身对历史、对当时的背景呢，你看看，因为他对提阿非罗这个做官的。那这是罗马的官员，所以他就提有没有这皇帝啊，这统治年间啊，该杀雅古士都啊，然后居里纽是谁做哪里的叙利亚巡抚啊？因为当时的叙利亚、耶路撒冷什么那个全部都是犹太的分封地嘛，所以他把那个分封地的巡抚是谁都写得很清楚啊，个人是吧？我们再看第三章第一节啊。
第三章第一节。好，张杰请你读吧，好吧，第三章第一节。凯撒提庇留在位第十五执政啊，对，哦，您看的是新译本是吧？好，没有问题呀。好，在位，对对对，河北在位，对。凯撒 OK， 就读你的呀。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萨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好，还谁做大祭司？我们看这边，你有发现他路加他本身对历史很清楚，所以他对这些做官长有根有据。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特别碰到异教的或其他的信仰，甚至穆斯林也好，不管是什么，不要去打击他们啊！你们是假神，你们拜神 ？No， 我们讲我们的特质。那路加很清楚，你这个做官的啊，都很清楚哪边。他讲耶稣不是一个空洞的，就好像哎，讲孙悟空，你可以讲很多很多的哇啊、希腊的神话什么哇，各种的神话哈、啊。可是呢，他年代呢，他用的是都是野史吗？还是？但很清楚，他说考他是耶稣是真正在历史中出现的人物，他透过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在地上的时间完全跟人一样，是在历史神透过这一个神自己取了人的形象，产生成为人的样子，而是到完全百分之百的人。因为他从女子所生，只不过他不是因的男女结合，而是他乃是圣灵怀孕，来保持这个神性的无罪啊！因为无罪的才能代替有罪，整个都历史都证明。所以那个啊，路加就很清楚的来认识这点历史。第二点，我们传福音要特别，你对一些历史啊，要追求事实，这一点我们可能，假如你也是学。对历史有兴趣的，或你就可以把这讲得更详细。那路加，你看看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就是路加，所以他很想到年代什么，因为他对一个提阿非罗这些知识的这官，他特别把这些官名、各地的官名啊，谁做什么，谁做什么，哪里的分封王是谁，哪里的巡抚是谁啊？那个这个有点像中国，中国有没有？你看中国，皇帝的亲戚。或者家族他的叔辈的啊，他的堂兄弟啊，啊什么什么，甚至表兄弟可能都可以分，就封出去，分啊，然后在当地另外再派一些将军呢、啊，然后派一些什么巡抚啊，什么各种的啊知县啊各种的啊官员来执行，因为来补足，就互相监视了、啊，等于这样子。那路加非常懂，求主恩待我们。我们第一个，我们很清楚，耶稣是人，在历史中不是一个虚幻的，不是一个神话故事。所以整个圣经一直很讲到历史，因为它是历史中的，跟很多宗教都是人感性，然后或者他们所谓在意象中，他们所谓的意象，他们所谓在梦中，他们所谓看到一个大特别的东西，哇，什么显现什么、啊、都是直观的。但是圣经很强调一个客观的历史中，甚至有地理是在地球上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也鼓励人，我常常举例来讲，我说好，我这边假如 有一瓶水，我说哇，这个水很特别，这水很甘甜，是泉水。好、哦，那你说，哎，水还有什么不一样？那我就拿一罐，我说，哎，你尝尝看，你就试。你说差不多啊。好，这边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了。好，第一个，水是客观的，有水，你我都证明这有水。可第二个，主观，我觉得好喝。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这叫做主观的。任何信仰
都有主观，他好灵，他哇，他在我最困难安慰了我，他怎么样怎么样，我叫做这叫主观的经历，我不能反对你。有的人闻到臭豆腐发疯了，有人觉得香死了，这叫主观经历，但我不能用我的主观来否定你的主观，不行。但是很容易，就是说我怎么可以否定你呢？就是客观的事实，有没有这个水？假如你说你吃一个东西，哇，美味啊！我吃一个龙肉，哇，我吃一个麒麟肉，或怎么样？哇，我吃过啊，是什么？啊，你在哪里吃的？哇，我在大异象中吃的，就好像彼得看见的异象，耶稣对他说：“起来，宰下来吃吧。”啊，其实那个是要把他带到外邦人的地界。对不起，那这样子，所以一个真实的信仰，除了你主观的经历，还要客观的事实，必须要有一个客观，在历史地理中三度空间里面有出现，我们可以捉可以摸。耶稣他当那个多马，耶稣显现跟门徒显现，多马不在场，耶稣复活以后多马不在场，然后他们说哎，耶稣复活了，哪有，我才不相信，除非我摸到。弟兄姐妹，我们读这本圣经都是一个客观的真理。在第十三世纪，十三世纪那时候文艺复兴人本主义大兴起的时候，本来从第一世纪以后整个欧洲就慢慢通被基督化、啊、因的门徒的门徒门徒的门徒、啊、他们一直努力的去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后整个欧洲都成为基督教版图，虽然他们信仰有偏差有参加，不管怎么样，整体来讲就所谓基督教，虽然那时候神圣罗马帝国所有的那个欧洲的皇帝你要上任的时候都要教皇哦，虽然发现整个基督教影响好，这个很大的一个教会的背景，这叫做客观、哦、我们看见啊，虽然那当然他们的信仰就慢慢加添了很多，包括连什么玛利亚金啊玫瑰金啊同时加这些好，包括连门徒都拜了，十二使徒都拜了、哦、同追奉什么圣什么圣什么什么圣马可圣罗马圣、哦、圣约翰圣彼得啊，都封圣，然后说哇对那个就主观，但是、哦、我们现在很想回到圣经，客观的圣经神应许的是什么，我们要考察。所以那个所以路加福音一开始他说提阿非罗，我是经过考察而且按着次序才写出来的。他是一个科学家，他也是艺术家，他的描述形容可能是文艺，他文笔，很多圣经学者对希腊文很熟，就是说他文笔用的非常的优美，那他更重要的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很多等等我们后面 会再讲到、啊、他怎么样细心、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信仰我们当然要有客观，我们今天来神学院学都是学客观的背景，但刚刚很重要，我们要有主观的经历。耶稣不只是2000年前他被钉在十字架，2000年他钉在十字架，更重要你我今天每天，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那希腊文用的是现代进行式，在基督里。我哪时候不在基督里，我就回到旧人的生活。什么？我们常常老我会出来，但我在基督里，旧事已过，才变成新的。每天我们的信仰不只是客观的，所以。”路加福音是很细心，像你对一个我有文学素养有对科学很认真的人鼓励他读路加福音，那当然一个刚刚出现没有还没有接触过圣经没有什么背景的去读马可福音又简单，没有很多理论，就讲做耶稣做什么做什么，那当然信主以后
要成为耶稣的门徒，一定要读马太福音啊。当然你要对耶稣是谁更深的了解，要读约翰福音。感到他是谁，他是光，我们下次会讲到啊，世界观，他是门。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还讲葡萄树、鲢鱼啊？鲢鱼啊，假如为什么那个像有的要截肢，因为他虽然血管都在，可那血管的血液营养他不能够过来，他不能过来，那个腐化的东西会一直上去，所以必须把腐化的东西截掉。那正常的呢，当这个被腐化，特别是糖尿病，因为你血糖过高，把那里面的器官都因着血糖所融化，那营养不能过来的时候，里面就已经坏死了，所以它必须要解掉，免得这些坏死的菌继续上来，一直坏上来，就赶快解。那照样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不只是主观，所以我曾经提过，我们每天要有很主观，我们要认识耶稣，所以要经历，但更重要要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所以为什么我们有那本书，我们有进度，长一点的一个礼拜一章，短一点有两章，好，我们就是要认识也刺激。那我们自己读圣经，我们除了每天有一句神的话，更重要花点时间，你自己有格外的时间，或有几天的假期，或有几个礼拜，哎，我就专心，我就把好，举例讲，我把马太福音好好读个三遍啊，分析去思想去默啊，把那所上的哎跟马太福音有关，是这样说吗？是这样子吗？啊，去讲，哎，可能你会整理出你的一套东西啊，就慢慢的啊，求主恩待我们。我们发现我们的信仰不但主观可以经历，又真又活，很多人祷告病得医治，很多人有一些特别的神在困境中开路，但更重要有历史的背景，我们一定要了解。特别讲你对历史地理，你可以多了解，像我对历史还不是很通的啊，还不很了解，因为从小就不太喜欢这方面，我是比较是数理科的，可以那个每个人可以去增加，哇，又会增加你遇见什么样，好，遇到这些很讲这些官员注重什么的，好，遇到科学的怎么样，遇到财务的人看看，其实路加福音你就发现了，哇，路加福音有很多啊，很多，我们下面再会讲啊。好，那所以第二个，因为他是对外邦人，所以他跟马可福音都一样，很少提旧约，很少提旧约啊。那他除了几节提一点，为了帮助，哎，那个旧约，耶稣跟旧约的关系，不然的话都没有提，因为他重点是这些人不是犹太人，不像马太福音，哎，会提会的多，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那个犹太人。第三个，那个因为他是受希腊教育，医生，当时的医生、学者、知识分子，几乎都讲希腊文。我讲过，他们通俗的人、商人跟那个军人一定都要会讲那拉丁文，因为整个罗马啊，他们要通行罗马各地。但是罗马占领中东之前呢，是希腊统治，但希腊呢，因为他是搞哲理的，希腊啊，那个哲理性非常强啊，非常通讲道理的，所以那个呢。所以他是用希腊文来想，那个，所以呢，因为他是一个学问学过很多，所以他就把那个希伯来文当时的一些术语呢，啊，他就把它弄成什么，翻成希腊文所表达出来，用希腊文。好，举例来讲哦，哥哥他。啊，马太福音我们知道哥哥他，可是在那个路加福音23章，耶稣要钉十字架，他死在哥哥他，可是路加福音就直接用希腊文说库鲁冈，啊，库鲁冈，啊，因为哥哥他是希伯来文，
咕噜冈是希腊文，他直接翻译。那马太福音就讲哥哥他，啊，可是路加福音就讲，然后，哦，这个就很清楚。那像那个犹太人喜欢用拉比，拉比，拉比，犹太人，可路加福音就说先生，先生，因为这是希腊文的名称，啊，这有不同的背景。然后那个，好像那个一章二十六节，我们看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节啊。那他都会把那个犹太人的地名呢稍微要解释一下啊。他说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市城去，这城名叫拉撒勒，这城他就用拉撒勒解释。那有很多地方好啊，像第四章三十一节，二三章三十三节，五十一节，哦，这个都会有这样子一个形容。我记得我们一开始上这本四福音前，我们花了两周时间都有提到关于马太福音的家谱跟路加福音家谱。我们很清楚，到路加福音第四章就讲到家谱，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个家谱哦，不，第三章的后面整个家谱呢，我们讲到说他是从他的妈妈开始推上去的啊，这个我想，那所以我们发现那一直推，我们发现马太福音只讲到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可是路加会一直推到什么亚当，就讲到耶稣基督是成全人类的主，他不只是犹太人的主，啊，那我们看见马太福音记的是天使向约瑟显现，啊，哇，约瑟因为玛利亚已经许配给他，但后来发现，哎，他怎么怀孕了？正想暗暗的把他休了，哎，那个天使向显现，可路加福音很清楚，路加福音是天使是向谁？玛利亚。你看两个重点不一样，啊，玛利亚显现，他就记录玛利亚这个人类啊，人，被好，路加福音他记载非常多，啊，他是罪人的仆人，他是对不对？不是罪人，讲错，罪人的朋友啊，讲到耶稣是罪人的朋友，像五章二十九节。好吧，丁亮在吗？五章二十九节，哎，都哪一节？啊，五章二十九，路加福音。好的，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九，一直读到三十节啊，二九三十。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祭司和别人与他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祭司并罪人一同税吏？税吏一起吃喝呢？”好，税吏与并罪人一起，这边一直讲第七章、十五章、十八章、十九章、二三章。他都在讲，他很看重，路加就发现，哎，耶稣他特别把这个重复的提啊，耶稣跟罪人的关系，他是罪人的朋友。第三个，耶稣充满了怜悯的心啊，耶稣充满了怜悯心。那我们请泽春，请你读第七章十三节。七章十三节，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就怜悯他。其实十三章啊，十九章啊，二十三章通通都讲到耶稣的怜悯。他说路加很，就像上个礼拜我们讲马可福音很注意看见耶稣是立刻又怎么样又怎么样，哇，一直接连的，耶稣是一个行动派的，耶稣就是一个哦，做，哇，他立刻怎么样，他立即跟上又怎么样，讲到他是一个
啊，不停歇的，这边讲到来形容他们都每个人所关注的圣灵所感动，哎，都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啊看见，然后那个怜悯的心。那耶稣这边，路加记载非常多跟耶稣有关祷告的事情了、啊。好，我们还是请哲生，好吧？今天第一个，他受洗完就讲到他跟第三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第三章二十一、二二。二十一、二十二。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好，这边讲到什么？正祷告的时候。好，你继续读好不好？第五章，第五章，他不会因着工作忙而忘了祷告，因为他知道他的能力、他的智慧是从天父来。请记得，这时候他是百分之百的人。我们说他。所以腓立比书讲得很清楚，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反而为了我们虚己成了奴仆的形象。好，他为了我们呢，他这时候就做，他地上就成为百分之百的人，因为他百分之百人，人所有的试探，人所有的引诱，人所有的软弱，耶稣都知道。而且 他为什么能够胜过我们说，因为他是神嘛 ？No， 他为了我们虚己，把神的形象都，他这时候完全是人，但是他透过祷告，经历圣灵充满，经历圣天使的来帮助，更重要，他随时活在神同在，他一直连于神啊。所以我们看第五章十五节，好不好？哲生继续，第十五章十五节。五章十五节，十五十六啊，十五十六。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去旷野去祷告。嗯，很重要啊，却退去，他这么忙。好，我们请那个章节，好不好？我们请看他要选门徒这么重要事情。所以你要选同工或怎么样决定你一个，我们看见耶稣怎么做呢？第六章十二节，章节第六章十二节。哎，章节在吗？好，楚姐妹来读第六章十二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有没有？然后呢，他就从他们十三节就说他开始选门徒了。弟兄姐妹，这提醒我们，耶稣是神的儿子，为他很清楚跟神的关系。特别路加福音关于祷告记载非常非常的多。好，我们继续，好，请楚姐妹继续读好不好？那读第九章十八节，第九章十八节，我们发现，哎，他要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但是他在问这之前呢、啊，做了一件事情。第九章十八节，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好，有没有？耶稣自己祷告。对，他祷告，你发现他什么都在祷告，都祷告啊。好，我们看九章二十八节，请你继续好吗？九章二十八节。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上山去祷告，祷告的时候怎么样？面貌。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阿门，弟兄姐妹。洁白放光。这真的很重要，祷告。不管我们在软弱什么，你会发现你祷告的时候，你真的就不一样。就像我在这时候发脾气的。所谓的发易怒，可是当我的心说主啊，我需要你，主啊，为这个事情我已经很气愤，因为这已经触怒我的心情，跟我的想法不一样，但我仰望你。哎，发现你这样祷告，哎，别人会觉得，哎，你看你再来的，哎，语调语气通通都不一样啊。这个就是变化三上啊，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每天好。那十一章
十一章第一节，他开始教导人祷告的时候你看十一章第一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门徒就问他说，求主教导我们如何祷告，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弟兄姐妹，祷告你要教别人祷告，我们常常会谈祷告，有一个那个教会奉信家，他讲一句话，我看那本书我的印象很深，他说我们谈祷告，我们教祷告，我们查圣经有关祷告的定义，祷告的哪时候祷告，哪什么祷告，我们甚至 会分析要为丈夫怎么祷告，为太太怎么祷告，为祷告通常在讲祷告祷告，但是我们却没有时间祷告，就好像在祷告会我们分享很多事情，很多事情，很多，但没有时间祷告。感谢主，我看见丰收最少里面祷告会就从头到尾祷告，像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会常常祷告会九十分钟，大概只有十分钟祷告或怎么样，求主恩待。我不说这个什么，因为有很多那个，你包括敬拜中间也可以听，你在听到中间也可以反省，但是让我们不是停留交谈分辨分析，更重要就是跟神谈嘛，主啊你说怎么办，就好像我们在聊天，我们在谈事情的时候，我们更多交通，而不是谈哎，这本书怎么谈，这本书那我们两个的问题没有解决要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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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从来不谈，但我们跟神的关系让不只是分析而已，让我们真的就是说跟主有亲密的关系然后那个二十二章三十二节，他就为彼得不要失去心机，他说哇，撒旦会甩你如同甩谷子一样然后克西马尼园那更是那个恳切祷告。好，我们看看耶稣在那个他在圣经里面最后一次祷告，他祷告什么我们看二十三章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好，丁亮在吗？二十四章三十四节，好，二十三章三十四节，今天还多。路加福音对吧？对，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三十四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念就，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最后一句，好，然后他最后一句的祷告，四十六节，丁亮继续，四十六节，四十六节，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嗯，弟兄姐妹，我以前我看一些美国电影，讲那早期的美国电影。很多因为美国过去都是大部分都受基督教影响很大，很多人还是养的一个好习惯，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会读一些圣经故事给孩子听，等下要睡觉就一起跪在床边，像很多那个以前我们小时候收的一些美国的卡片，就是爸爸或妈妈陪着孩子就跪在床边一张小床在那边祷告，祷告的时候常常会说一句话，他们就是说也说我现在要睡觉了你赦免我今天什么什么事情做错，求耶稣保守洁净，求你保守我的灵魂，若是我今天晚上你来到这世界上，请你接我的灵魂我将我灵魂交在你手里因为有人说你上床真的不知道明天你那张床边的鞋子你还能不能穿那个就是常做准备我那时候看着电影，小时候我就看着印象了，哇，这个祷告，对，就像耶稣，我将我的灵魂怎么样交在你手里了。弟兄姐妹，神的儿子他这时候完全是人，我们也说了路加福音是从耶稣是人这个角度，有没有，我将我的灵魂，他如果是从神的角度他干嘛把灵魂交给神？
因为他这时候是完完全全的人。你看圣经感动四个作者从四个面向来谈论耶稣啊，所着重点。那求主帮助我们在读的时候，等你们以后继续再读啊，路加福音，哎，好好去读，一口气去读，再分析一下是不是这样的，有这些特质，还有很多的啊，不一定。那还有很多，其实注释书什么很多圣经啊，你换 Google 看，都有很多很多，都帮助我们越来越清楚。那我就像我刚刚讲的，的确。这分析，如果你是喜欢分析的人，逻辑思想要去弄，你多看，但更重要主观的经历。请记得，一个真实的信仰一定是主观的经历，要跟客观的事实两个 match 就加在一起，合在一起，我们的信仰就丰富，我们就长大，不会随波逐流，不会所谓的异端。很重要，今天很多异端就是太强调主观的经历，有没有？啊，我经历，我昨天见到什么异象啊，很好很好。但是问题是，客观的真理呢？有这样吗？这是特例还是一般的？有时候你自己经历，不要去强迫别人。你禁止祷告对你很棒，不要说哎，你要禁止祷告啊，那不不不，就像那个法利赛人，对不对？很吹嘘。求主帮助我们，神带领每个人主观的经历，真的没有一个人是一样的。你每天读五章，不见得别人需要每天读五章。你怎么样，通通都不要强迫自己，按照自己的学习，我们的所经历的，好不好？这个就是主观记忆力。然后我们再看看，耶稣，路加记载耶稣对于一般人祷告所要注重的一些事情呢，很重要。有两句话啊，彼此鼓励啊，二十一章，好不好？二十一章章节在吗？啊，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好，这边二十一章三十六节。好的，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好，叫时时警醒，常常什么样？祈求，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现在局势，包括我们现在中间大部分人都在美国，美国很多场合你都已经开始不能谈论上帝，不只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不只是在穆斯林的一些极端穆斯林，甚至一些专制的国家不能，美国所谓的自由应得好，你不用去谈，很多都不能谈，危险。那我们更是，那我们现在生活啊，通膨的问题，各种的问题，假消息啊，根本都不知道哪一个消息，甚至电视新闻都不知道哪一个报道是真的。他们也许这个他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我们很多事情真的没有办法预防，需要逃避，但我们不知道是哪些事情要逃避了，就要透过警醒祈求。好，请章节继续读啊，二十二章四十节。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要祷告，免得怎么样，入了迷惑，好不好？求主恩待我们，真的是免得入。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好，我们休息十五分钟，好了。然后我们现在十点十五了，我们到十点半好不好？然后再回来，就一个休息一下。好，还是要那个丁亮，到时候你敲钟啊。好的。嗯，老师辛苦了。没有没有，大家都辛苦。丁亮，哎，初姊妹好，
那个什么，我回到学校了。对，我刚才听到了啊。嗯。哎呀，终于看到你了，终于露脸了，是吧？嗯。哎呀，你好啊。嗯。哎。怎么样？这个礼拜过的？蛮好，蛮好。嗯，那不错。嗯。哇，我们这个星期，我们这边好漂亮。哎呀。这我们正想着去旅游呢，嗯，要不要过来呀？对对对，我得安排一下，我爸爸妈妈过来了，感谢主。现在倒是你那边来，我们这一边是比较好玩的。你那边，你那边天热嘛，我们这边开始冷了，下雪了，开始。我已经下雪了。山上已经下了，山上九月底就下了。哦，得可以看雪去。嗯，对对。丁亮，你准备啥时候还回？你下次回学校还是待一天就走了哈？我下次可以待一个礼拜啊。嗯。啊，上两次课哈。上两次课。啊，你回学校是吗？啊，我现在还没有，等院长回来。啊。叔侄们已经到了。啊。我看那个院子里面的，院子里面的杂草都除干了，感觉到哇，看到还心旷神怡的，蛮好的。蛮好，上次我去看了，对，那个叫一个人除，哎呀，那要让我除就除废掉了，嗯。他的不是用机器除掉了吗？机器除的，对，很好。我说花了多少钱？院长说还没花钱。哎，我让你看一张我们现在这边山上的照片呗。看不见。哦。哎，对，还是要定住，不能动，看不清楚。我都不知道他的镜头在哪。镜头是对的，但是，模糊看不清，能看到蓝天白云的感觉。蓝天白云，黄叶。我可以发一张给你。发一张。哦，那边秋天。发到微信群里面。秋天是很美的。发到我刚才看那个。看那个你那个相机好多，怎么1500个相机啊？嗯啊，对呀、啊。哦，你自己搞了个博物馆一样。我在考虑啊，你有这一方面的参与者吗？我不知道怎么参与啊，你是怎么要设计一下看看？对呀、啊，把它变成一个展览馆呗。我刚刚跟老师还在讲这件事呢。你自己有地方对吧？我现在是在我家地下室呢放着。哦，那地下室不会，你那边空气还比较干燥对吧？应该没事的。Colorado 是巨适合 ，Colorado 是巨适合。哦，蛮好的。对，奥兰多很少有地下室。对，因为你们那边潮湿啊，要地下室不都是水？嗯。对对对，嗯，蛮好的。你可以把你大概的想法给一个书面的或简单的发给我，然后我呢找人看一看，对这一块有那个，然后可以一起优化一下方案，看怎么做呀，能达成。你刚才说了嘛，就是传福音的施工。嗯，对对。对，这就是我现在在想。哎，我发了一张在我们那个学校群里面，四福音学校群里面。好，我来看一看。哇，漂亮吗？漂亮了，太漂亮了，嗯。这是我们上一个星期的。嗯。就在你们当地的景色，对吧？对，太好了。哦，这个车子，这个引擎盖的话很厚啊，人站在上面都没事啊。啊，对，这是我们改装的车，吉普改装。嗯、哦，我自己改装了一下。对，我们原来车顶上还有帐篷呢。车顶上是已经进到秋天，往后到冬天了是吗？
对，我们已经进入快要下一个星期就已经进入冬天了，十月份我们这边还天天开空调吹电扇呢。对啊，我们这边现在就是这两个星期是最漂亮，非常非常漂亮的。嗯，明州也是一样，秋天那个树叶很好，但是明州太明州太冷了，我还是喜欢家中暖和一点。没问题 ，no problem。几个人去啊？哪几个人？黄锦城去吗？你能确定一下吗？忘了。嗯，黄先生，再给你发一张那天晚上傍晚拍的呗。嗯，邀请一下他去不去？他自己的去了，他去了对吧？哇，丁高路，你看我这个同学这个相片，我们去这地方旅游吧，太漂亮了。看我拍的星星了吗？你拍的星星发给我了吗？没有，我发朋友圈了。嗯，泽春，你我这个你不踢足球是吧？你这张照片啊，侧面非常像中国队原来的那个叫孙继海啊，神似，非常像。太酷了，你还会修相机啊？我只能修旧的，我新的电子相机我不修，电子相机就是垃圾。哦，你修的还，哇，你太厉害了。那我给你们发几张我们上一个星期拍的，太漂亮。嗯，哎呀，你要引得我们奔向大自然啊。这个上帝的创造，神奇的，很漂亮，真的。这因为每一年这个时候是我们科罗拉多最漂亮，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景是世界十大之一嘛，嗯，叫 Maroon View， Aspen 的 Maroon View。这因为这个点的这一张照片是在 Google 那个叫什么世界杂志上。都能找到这一张照，有一张，我前年拍的，刚好我前年的时候，我去的时候山上下大雪，山顶上下大雪，下面又是黄叶又是绿水，很漂亮。嗯，太棒了！你在美国待了30年了。我在美国待了多少年呢？32年吧，今年。三，这我爸爸妈妈刚过来，我想劝他们留下来，别回去了。因为昨天你像我们中国就发生那个让我很很痛的事情。最近拍的。哎，丁亮，你说昨天怎么样？发生什么事啊？那个谁啊？那个包子，这叫强势连任了，是我们预计的最糟糕的情况。他连任就算了，并且他是绝对控股。嗯，对啊。哎，那现在那个七个中央委员，常务中央委员是谁啊？我来看，昨天我看了一下，没记住，我找到给你看一下、啊。那都是新人是吧？都是他的人。有三个老人，四个新人，但是六个好像都是他的。那李克强下来了是不是？李克强都下来了啊、嗯。那先那个什么政务委员不那个什么委员，那个。人大代表人大委员是谁啊？委员长。嗯，人大委员长是那个谁吧？就是那个专门出馊主意的，什么三超，是不是他呀？据说三超元老呀，王沪宁吗？王沪宁啊，哦，是他。我看到习近平、胡春华、
什么蔡奇、陈明尔、袁家军、什么赵乐际、王互联，这是预测的哈。那反正基本上都是他的人。嗯，所以这个是蛮那个的，但有人说这样的就是共党结束就更快了，嗯，他总加速师嘛，嗯。哎，泽村，你老家是哪里啊？泽村，福建。哦，你福建，福建哪里？福州长乐。啊、哦，长乐 ，OK， 福兴长乐，对不对？福清长乐，我去过福州，福清好像距离福州长乐大概半个多小时吧，对不对？超现在不用了，现在很快了，二十分钟、十几分钟吧，十几二十分钟就够了。好、像美国的所有吃到饱的店都是福州人开的，有很多是属于长乐的，对不对？有很多是长乐的，差不多。对对对，很多。所以真感谢主啦、啊、你们过去福州人神过去有复兴过，所以我认识很多这种店哦、哎、都一问，哇，他们都说他们不一定是基督徒，有的是，但最好家族里面有当长老的，有当牧师的，有当什么，哇，我发现福州人真的是神所、基督徒比例很高啊。啊，对，福州人现以前比例很高。像我外婆那一边他们基督徒比较多，像我们这一边还比较少一点。对对对，所以我们就福州需要再一次的复兴啊、以前中国几个有名的传道人都是福州的哦、像那个宋尚杰啊，哎，宋尚杰，对，应该是福建的比较多吧、宋尚杰是莆田那边的，莆田，但是以福州大福州来算的话、啊、对对 对, 对，就靠近，对不 对, 对，像台湾以前很有名的吴勇，还有王载、王氏啊、这中国传道，还有那个尼拓生，对对不对，很多，还包括唐崇荣，对啊，他们都是福建人，没错，对对，都是福建人，所以感谢主、福建早期出了不少。哦、我们 就祷告了，求主让我们都需要复兴了、而不是你要说那个上帝没有孙子，上帝只有儿子，所以我们需要更多人相信耶稣，而不是到第二代就没有第三代了、让更多让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神，这很重要、丁亮你怎么样？ 你爸爸妈妈适应美国吧？我妈妈爸爸挺好说，妈妈第一次来，因为她那个我外婆也。你外婆怎么样？她会，我外婆也在，她会有点，外婆老是想她。哦。对她依赖，身体还蛮好的，就是希望她半年之内回去。外婆蛮依赖她。那你赶快安排一下，来玩一玩吧。对，我妈妈可能她不太爱出门，她就是晕车。哦，晕车吧。你让她坐那个副驾驶，坐前面的，要坐前面。对，昨天带她出去逛了一下，到海边去看了一下，哇，她说你骗我了，说我骗她了。我说一个小时，结果来回有四个小时。啊、太远了，从附近开始啊。到 Daytona Beach 啊，什么 Tampa， 慢慢的，对对，你要跑这么远干嘛？ Daytona Beach 大概一个小时嘛，对不对？来回慢点开。对呀、慢慢为了祷告了，我们为了祷告，我们祷告，求主让在美国可以认识神是很重要的。他们倒都受洗了，当时就是，在国内没怎么去那个国内没怎么去教会啊。哎，现在很难了、现在真的很难。嗯，是，这很难，求主怜悯，真的是。嗯，好吧，我们准备上课了吧？啊，好。
我们接下来我们刚刚讲关于祷告，我们也发现路加他是一个很心细的人哦，他会记载关于那个当时很多的事情哦，他写的很细很细。我们举例来讲啊，我们请看那个路加福音第一章，那个特别是路加福音，因为我们说路加福音是从人的角度嘛，是人，他完全人。所以他记载关于耶稣出生哦，整个马太福音记载耶稣出生大概只记载路加福音的四分之一而已。路加福音算是，假如你要看耶稣出生发生的事情啊，你一定要马太路加一起看啊。那当然路加是最完备的，不是最完备的，当然因为马太所记载的关于像约瑟的显现什么，路加就没有，因为我们说过路加还是以玛利亚这条线 为主要的。所以你会发现哎，路加福音所记载耶稣，我们先看第一章，因为他是一个医生，我们刚刚特别一开始讲说他详细考察啊，详细考察那很重要啊。我们来看看，好，关于玛利亚被圣灵一讲到那个那个她要怀孕生子，她特别就有感而发写出了一篇诗啊。我来读啊，第一章四十六节，哦，蛮长的，我就读几节啊。他说：“我心尊主为大。”第一章四十六节、四十七节。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弟兄姐妹，我们基督教来讲，我们提马太福音我们一定会提啊，因为那个特别是每年的圣诞节。但是你要知道对天主教来讲，哇，他们又把玛利亚提高到太高了，所谓圣母玛利亚，好可怕啊！我们要尊重她一个特别，因为她是神特选的啊一个人，但是她还是人，她还要盼望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她才能得救、得蒙恩，她也是要靠耶稣。只不过她是一个被拣选，而且还是一个顺从，因为在当时的背景，一个没有出嫁的女子如果怀孕真的可以被石头打死。弟兄姐妹，这边告诉我们，当我们顺从神做一件神要 透过我们个人完成的事情，都有可能你要付上一个生命的代价。宣教士我不讲，有多少在公司，特别在公司非常黑暗或者太多 on the table 就在桌底下的事情的时候，你要保持纯正，神要你做一些事情，如果你要顺服，就好像耶利米，就像以西结，神说去跟王讲你们要投降，哇，投降了，这种失败主义。假如有人神感动你说哦，丁亮去告诉那个习近平不准打仗，哇，可能你去讲就被下监了或怎么样，对不对？当清零政策，你看一个清零政策，假如说这危害老百姓都不能，有的特别是地方官，特别是各区，哇，有的人都过度的拿到上面的一个规矩，哇，过度强迫而且过分好。但是你是个，如果神感动，我不是说我们要去做，是有的人有特别，就好像耶利米，你要去对王说不行这样子，我们要投降。对以西就说你不能去靠埃及，当时埃及也强盛，他就想说借着埃及去跟巴比人对抗。可是神说投降，投降没事，可弄什么投降？哇，你去跟一个总统，现在总统说投降，今天跑去跟普京说投降，不要打了，他会怎么样？我们不要讲在古代，现代都没有好下场了，何况古代。
哦，当玛利亚更是一个弱女子，她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弟兄姐妹啊，何等，我在思想这一段，我真的发现说哇不容易啊，尊主，你看我信尊主啊，我听，因为他尊主为大，他主带来，好，这个是他的一个尊主颂。接着一章六七节，这个他去见他的亲戚啊，就是怀那个施洗约翰啊，有人说是他表姐啊，有人说怀是一个亲戚。我们特别看从六十七节，刚刚那个玛利亚尊主颂是第一章四十六节到五十五节啊，整个好。第二段呢，然后那个从五十七节我们就发现，哎，以利沙伯哦，怀他的产期到他生了，生了以后，那个六七节那个施洗约翰的爸爸叫撒加利亚，也是以利沙伯的先生，他们都是年纪很老了才怀孕了。然后六七节特别说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他写出一个也是关于我们称作撒加利亚的我主颂，他说主以色列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事，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好，这个是很有名，那整个时间关系，我通不再读了。那路加福音很清楚记载，耶稣当玛利亚怀孕，哎，有四个人，他们被主的感动，甚至在他们身上不能生孩子，生孩子，他们所写出对主的尊荣，我们称作一个颂赞诗啊。好，第三个，第二章十四节，就是天使什么呀？天使向伯利恒的牧羊人显现。是二章十四节，然后天使在唱啊，天使说二章十四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哇，天使，你看地上当事人玛利亚，然后当事人的肉身妈妈玛利亚，耶稣，这个整个路加福音四福音中心都是耶稣，因为耶稣生平嘛。但讲玛利亚自己童贞女却怀孕了，她当怀孕的时候她写出的尊主颂。第二个，那个耶稣的先锋为她铺路的施洗约翰，她也是一个，她爸爸妈妈都年纪老迈，更不可能生，就要去生了。她的爸爸当她妈妈生出来以后，施洗约翰她爸爸从圣灵感动写出一个我主颂啊。第三个，报告万民的消息，好消息显现，天使告诉在旷野，在沙漠啊，在旷野啊，牧羊人啊所唱的啊叫荣耀归主颂啊。在第四个，耶稣出生的时候，他按照日期啊，第八天要守割礼上圣殿的时候，哎，碰到，我们看第二章二十二节，好吧，楚姐妹，请你来读好吗？楚姐妹在吗？好，二十二节，第二章。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好，跳到二十五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到来，又有圣灵在他身上。
好，读到跳二七。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继续继续。西缅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称颂神说：“继续，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阿们。好，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哇，这个西面素常敬畏神，被圣灵感动，那天哎被感动，进到圣殿，没想到就碰到，哎看到耶稣，哇，好好，他就说，哦，我已经看见，有没有三十节？我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耶稣是人类的救恩，耶稣的名字是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句话马太福音记得很清楚，但这边西面直接就说，我看见你的救恩的，感谢主，求主让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家人，我们真的都需要，这世界需要看见主的救恩，美国更需要看见主的。过去不管是怎么样，到现在神还怜悯美国，美国还是全世界派出去最多的宣教士啊，但我们知道整个国内他们的反基督教势力其实很大，就在民国初年的时候，那时候哦，非基同盟，非基督徒的是非的非，基督徒的非基同盟就讲到敌在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像胡适啊什么那些都是那个非基，他们就什么陈独秀是不是还什么都那一些，哇，就是反基督教的哦，求主怜悯我们，需要更多人看见神的救恩。神的救恩是什么？就耶稣，耶稣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的，耶稣在哪里，哪里才能真正的自由、啊、我们所有的捆绑，我们多少都经历一些，我们周围很多、哦、看见受捆绑，不管是毒品的，不管是什么呀，很多很多因着耶稣基督完全的释放，我们真的需要。好，那第三章整个就讲到预备啊，施洗约翰，然后第三章后面二十一节讲到耶稣出来传道，他受洗，然后就记载他的家谱，好，一直家谱。好，第四章，好，十四节，我们看第四章十四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的怎么样四方。十六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说。好，耶稣传福音，路加福音有没有，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很懂地理，他因为要假如考察，他要把那个地点，他回到他长大的拿撒勒，耶稣传福音是从他自己的家乡拿撒勒，他长大的地方开始的。好，这边记载了。好，那路加福音记载，我们刚刚讲到这边，他记载他在那个加利利的事工比马太马可都很短，可是当耶稣到了耶路撒冷了、马太用两章记载耶稣在耶路撒冷所做的工，都到最后一年、然后马可十六章圣经只用一章圣经记载耶稣在那个耶路撒冷所做的工，但是路加福音却用超过十章圣经来讲。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在南方啊，古代的南国就犹太国，那加利利啊，拿撒勒通通在北方啊，北方。那所以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在讲他在加利利所做的，马太我们刚刚讲只用两章，马可只用一章，路加福音总共二十四章，他却用十章
记述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事工。所以呢，四福音是有互补的功能，角度不一样，看法以及对象，包括我们啊要思想的思维真的不一样，但神就用不同的啊那个角度让我们来看耶稣到底是谁啊。然后好，然后那个路加福音一直重点，因为一直讲耶稣是人嘛，但他这个人是很特别的人，要预表他完成人类最大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就面对十字架。那十字架在哪里呢？啊，骷髅地，骷髅地在哪里啊？在耶路撒冷附近。所以整个那个整个圣经啊，用七次，路加福音用七次来暗示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去啊。像第九章五十一节，第九章五十一节说，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好，十三章二十二节，十三章二十二节，这边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好，然后十七章十一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十八章三十一节，看哪、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十九章十一节，十九章十一节。接下来是一个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因为将近耶路撒冷，都讲耶路撒冷。然后十九章二十八节，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往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哇，上出来进去，出来进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好，他为什么晚上几乎他都没有住在耶路撒冷城，都到旷野耶路撒冷郊，因为当地的人非常不喜欢耶稣啊，就这样子啊，很奇怪啊。好，然后十九章三十七节，十九章三十七节说，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人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好，这边最后一句话啊，九章三十七节，他说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整个圣经，我们刚刚讲整个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记载了四个尊颂主的啊，包括玛利亚，包括撒加利亚，天使，还有西面。哇，我看见你的救恩，就一个尊颂。然后整个圣经这边又讲说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哇，整个路加福音讲到很多大声起来啊，那个牧羊人看见哇这异象，很欢欢乐乐啊，要去朝拜耶稣进伯利恒城。哇，很多都讲欢乐欢乐啊。然后那个我们看见整个马太、马可、路加又叫做对观福音，就是说这三本书，因为约翰福音很特别，因为它直接是从神的儿子，因为神本身、神子的角度，这三个完全是同人。第一个，好好讲，他是王，未来的王，他是犹太人的王，好的角度；一个是仆人的角度，马可福音，好，牛预表王是用老鹰；第三个是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然后那个也是那个四个形象，他是人。我们知道约翰是神子啊。然后那个好，那个这第三个他，那马太福音我们讲过用了很多耶稣的谈论啊，像那个登山宝训五章六章七章啊，很多很多用了很多谈论，还注重耶稣所说的。马可福音呢很强调耶稣所做的啊。那路加福音就看到耶稣他本身是什么样，你看他去祷告，他去祷告，记载很多很多都跟他心里，他就怜悯他们，他按手在他们身上啊。那所以呢，所以路加福音
他所说的记载耶稣所说的跟耶稣所做的大概是平行、啊、他常常是耶稣说的然后解释他为什么要做这些，耶稣做的再解释说，那马太福音比较多说、嗯、马可是大部分都记载是他所做的，很少谈论他说，那路加是，所以这三本我们说对观，你这三本如果更仔细的对照，特别假如你有串珠圣经，哎，同样一件事情，看看这边怎么记载，啊，这边怎么记载，好、啊，那这个很重要。好，然后我们看见，我们刚刚看到，哎，受圣灵感动熄灭，耶稣你要玛利亚你要怀孕生子，圣灵感动，因为是圣灵感动的，是圣灵圣灵，哇，整个路加福音非常重视圣灵啊。圣灵，路加福音记载，那当然我们读使徒行传也发现，诶，所以那个路加对圣灵的敏感度超过一般的弟兄姐妹啊，就好像我们成为是基督徒，我们会很多人诶对圣灵感动都有不同的领受，他很注重圣灵的工作、哦、然后举例讲，你看那个预言约翰在母亲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讲 不是预言，就是讲到就提到约翰是在母亲的怀里，这个是一章十五节 然后那个以利沙伯一章四十一节就讲到玛利亚去见以利沙伯，以利沙伯听见玛利亚问安就被圣灵充满，哇，一个问安呢就被圣灵充满，求主，我读到这边我真的说主啊，圣灵你要充满我，很多人需要被你充满，主啊你帮助我，当我说愿你们平安平安，耶稣爱你的时候，我说哎，希望他也被圣灵充满，好不好，我们求主恩待，那我们今天听到课的人，我们都可以求主给我恩典，那我们走到哪里，那我们不只是我们天天要被圣灵充满，像耶稣一样，他连于基督，他连于上帝，他被圣灵高抹，被圣灵引导、跟被圣灵感动，让我们也是一样、真的是也没想到以利沙伯听到玛利亚问安就被圣灵充满，一章四十一节啊，一章四十一节，我再读一遍啊，这节很重要。一章四十一节，以利沙伯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且被什么圣灵充满，就是恩待我们，真的不容易啊。好，那当然，一章六十七节讲到撒加利亚是被圣灵充满，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然后二章二十五节我们也发现，二章二十五节讲到西面，我刚刚已经读过就不读了，他是被圣灵在他身上得了圣灵的启示，又被圣灵充满，得了圣灵启示他就进到圣殿。我们看第四章耶稣出来工作也是满有，我们刚刚读了满有圣灵怎么样能力回到加利利，满有圣灵那而也只有在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宣告四章十八节、这很重要，四章十八好不好，请那个泽春你来读四章十八节。泽春在吗？哎，我看到小平了。主的圣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Amen、差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OK， 很好，好。我刚才声音没打开。好，没有问题。主这边一看到。你所以我说路加福音很细描看见都是圣灵的工作，他把这圣灵工作是四本福音书谈到最多最多的整个而且只有路加福音记载耶稣是被神的灵所膏抹出来、所以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主的灵在我身上
然后那个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啊，大家看一下好吗？马太，哎，我看见了于小平啊，小平，你方便读吗？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哦，好的。来，请你读七章十一节。七章十一节。好的，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况且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求给他的人吗？好，请你啊，我们这边可以把那个，他说岂不更好把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他还没有讲更好是什么。我们看路加福音怎么讲呢？记同样的事情，路加福音，哎，就写的更详细啊，他把马太福音没有记下来的，哎，路加福音却记了，十一章十三节。好，小平继续读十一章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况且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阿们，岂不更将圣灵给什么呀？求他的人，求他的人。好，所以这边很清楚看见，哎，不一样啊，不一样。然后他写更完全，所以那个，哎，路加福音关于圣灵用的很多很多。还有一个，在特别的时候，在二十四章四十九节，他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在城里等候，怎么样？直到你们领受上头来的能力，城里等候。”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出来服事，我们要就是等候圣灵充满。然后，只有路加福音用救主这两个字啊。好，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一章四十七节。好，一章四十七节。谁要读一章四十七节？好的，我读吧。我以灵神我的救主为乐。好，这边讲我的什么救主。然后我们再看二章十一节，哦，你继续吧，二章十一节。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哎，就是，为你们生了什么救主？救主。好，就是，然后那个只有四福音，只有路加福音用救恩呢，啊，用救恩。好，我很快来讲啊，一章六十九节。好，你们要记得可以记下啊，只有路加福音记到关于一章六十九节，六姐姐说，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的什么拯救的脚，拯救救恩。七十一节，七十一节说拯救我们脱离仇敌，拯救啊，就拯啊，救恩，这关于救恩。好，七十七节，七节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什么救恩。好，第二章三十节，第一章有六九七一七七，拯救拯救救恩，都讲了救恩。然后第二章三十节，三节说，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什么救恩。刚刚我们讲了西门，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然后第三章第六节，对不起，凡有血气的都看见什么神的，看见什么神的救恩，也是九的。好，再往后面翻了十九章，就是十九章第九节。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救恩，哇，很强调救恩。救，为什么这样子？哦，那路加因为耶稣他从人的角度，然后也特别看到人的需要，人真的需要救恩，所以他一讲耶稣就是救恩，救恩。然后还有他用好消息、好信息、福音共用十次，我就不多讲的。
啊，路加用恩典刚救恩，用典共八次。好，这个以后我到时候都会那个，我会把这些资料放在那个群组里面，大家啊有兴趣要复习的话，你可以再看啊。好，我们下面再看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那到约翰清楚记载七个神迹啊，七个，他只讲七个神迹。那马太就很多，马可哇，马可就更多了。但是，哎，这四本每一本书都有一些只有他记载的神迹啊。那我们看看，只有路加记载的神迹啊，马太、马可大概其他的他好像没有太特别啊。但是路加有特别的记载的几个神迹啊。那第一个只有我们看一下好不好，第五章，第五章，好，泽琛请你来读第五章，第五章第四节，第五章第四节，五章是第四节，对对对，一直读到十一节，读到十一节，路加，对，五章十第四 读到十一，第四读到十一，讲完了，对西门，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一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晚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好，我们发现这个只有路加福音有记载。第二个就记载寡妇儿子复活，第七章十一节到十七节。好，这寡妇的儿子复活只有路加福音，假如你愿意把它记下来，这第二个就路加福音记的。总共路加福音只有路加福音记的神迹有六个。第一个，彼得开到水深之处一打鱼，他把昼夜根本一打就网了一网那的鱼啊。然后第二个，寡妇的儿子复活。第三个啊，他在安息日十三章第十节到十七节，好，十三章这边讲到有一个驼背的女子啊，十三章第十节，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得十八年，弯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就是我们现在用这样的话，就驼背弯的，她是被鬼附着啊。耶稣就跟她说，你脱离这病的，按着她的腰立刻起来。他先说，然后他这神迹也很特别啊。耶稣有时候用说事情就发生，他这边不是，那有时候是按手，那眼睛像得开了。可他这边说，他这边不但说，他说你脱离这病了，然后怎么样，按手在他身上，他就直立起来了。他是直立的啊，用两只手，不只是一只手，他是两只手按手在他身上，然后他就立刻直起腰来，哦，这很特别啊。然后也是另接着一个礼拜六啊，安息日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六，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好，在那边他说有一个患水骨的人，或现在来讲啊，就水肿啊，肿啊，那哎，耶稣就医治了他，就医治了他。然后第五个医治十个大马蜂，只有那个我们知道这十个大马蜂大家都很熟，只有一个回来感谢主，十个里面九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外邦人，但感谢神的只有外邦人，然后二十二章，嘿，这更奇特，他们是来抓耶稣，耶稣旁边有一个门徒，
他就拔起刀来，就把祭司长的仆人的耳朵给砍掉了。就耶稣拿起来，他说：“收刀入鞘吧，还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哎，一贴在那个，啊，这个是22章的第50节，很特别啊，啊。一贴就好了。好，这六个神迹只有那个在路加福音有记载。好，我们再来看看路加福音，它只有路加福音所讲的比喻啊，啊，比喻，我们来了解啊。第一个，他讲了一个人，他讲了要常常祷告，他用一个情辞迫切的祈求，11章第5节到第10节，他教导完啊、他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3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耶稣，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船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需用的给他，就必起来情辞迫切。好，然后讲到恒切的祷告，也是18章第1节到第8节，关于恒切也不易的关啊。然后要常常他说蒙你。他不怕神，但是那个妇人他天天说你要帮助我，你要帮助我。他说哇，这个不义的官说，因的他常常来烦恼我，我就给他伸冤吧。他说何况我们的神并不是不义的官，而且他为他的选民，假如你情辞迫切，情辞迫切，求主恩待我们。有时候一些祷告好像神没有听，我们真的来恒切的祷告啊。好，第三个，我们看两人祷告的不同啊。18章，一个是税吏的祷告，有没有？一个是法利赛人祷告，有印象吗？啊，还是18章第10节，不义的官，耶稣马上又讲。所以我发现，我们刚刚讲的路加记载祷告非常多，记载不但是圣灵有关的，关于祷告的非常多。啊，这我们看到读到目前这三个特别的比喻啊，都跟祷告有关。18章第10节特别讲到说，自言一个法利赛人自言自语，他说：“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还我所得都捐上，还我所得的都捐上1/10。”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两个不同的祷告。好，这比喻。然后呢，接着耶稣讲15章，啊，我们再看看，他有三个关于救人的比喻啊，一个是他说。100只那个羊圈里面有100只羊，少了一只，那个牧羊人呢，为了那一只，把这99只撇下跑去啊。好，讲到耶稣对没有信主的迷羊他的迫切性施压。第二个关于钱，他说有一个10块钱，但掉那1块钱。他怎么样？他要马上把灯打上，哇，用扫把所有的斗底下通通扫，仔细的找。他找到了，哇，因为那时候1钱，是算一个月的那个薪水啊，最少。所以他这个哇欢喜。他说，耶稣就从施钱比喻到在天上有一个罪人悔改。神面前的使者也这样为他欢喜。然后接下来浪子故事我们都
都很熟、哦、浪子故事更是因为怎么样，他是一个什么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有没有？这三个比喻都讲到快乐快乐快乐。所以我说耶稣那个整个路加福音啊，除了一开始的那个啊玛利亚的尊主颂啊，然后那个伊丽莎伯的啊圣主颂，然后那个啊荣耀归主颂啊，西面说我得见你的救恩，都是我欢喜快乐，甚至把我的命都取去吧，我都值得了。哇，你看看啊，这些讲到这三个比喻，十五章讲到救人的挚爱，讲到救人挚爱。好，然后第七章呢，欠债。十三章无花果树不结实，十四章在天国里要大筵席，第十章好撒玛利亚一个人，他遇到强盗被打，想到有祭司。有利未人啊，他们都忙，但是好撒玛利亚人就把他带到店里，还付了钱啊，不但还给他上油，也上酒精，也上酒消毒，上油因为疼痛舒缓，然后更安排一个酒店，然后住宿，把那个酒店所需要费用都给他付好啊，好撒玛利亚雇人。然后十二章无知的财主，哇，收获非常多啊。然后也十六章第一节，耶稣说，哎，你可以怎么样，用那个不义的钱财去交朋友啊。钱虽然很多人是不择手段，但没想到很多人用不择手段得来钱，他真的交了很多朋友。那个拉撒路与财主的故事啊，然后十九章十锭银子给仆人做生意，这个都是路加福音独有的比喻啊。我们讲路加福音是比喻跟耶稣所行的事情都一半一半啊，耶稣所行的，耶稣祷告什么样啊？好，我不知道到目前为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哎，小平你最近好吗？几周没看到你哦。没有呀，我每一周都上课呀。上课。对呀，我只有一周我们飓风的时候没有电，停了一周，那是唯一的一次。三次，对，我看到，对，我说，我说你怎么样？你现在在哪里？讲错，我现在在哪里？在奥兰多，我和丁亮弟兄在一个地方，住的也不远， okay. 一个教会。对，我知道。OK， 好。你怎么样？有没有最近作业或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哎呀，还好，因为新约，尤其是马太。新约这四福音我已经其实读了很多遍，每一遍都有不同的认识。感谢主。哎呀，感谢主，是的，每一遍都有不同的认识。嗯，因为知道要把我们栽在溪水边，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所以这个灵粮是每天要进的，我每天会读。嗯，已经习惯了。感谢主。 OK。 嗯，好，我们很快再把那个路加福音特别记得，刚刚讲的比喻啊，只有路加福音比喻。我们现在赶快，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把只有路加福音他记下来的教训跟耶稣所行的一些事情啊，我们再来看他，我们看看第九章五十一节。好，我们请泽春再来读好不好？麻烦你了，泽春，第九章五十一节。九章五十一是吧？对。九章五十一节，
耶稣被接上身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继续继续读到几节，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56，继续。大玛利亚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指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了就往别的村庄去了。好，这一段对我们来讲，其实我们今天常常在地上发现有一些，我们真的好像会发那个易怒，这怎么可以抵挡神哦？或者有的政府哇，逼迫教会，甚至杀基督徒，像那时候那个极端的那个啊伊斯兰国，他们抓那宣教士，然后就这样割头啊，哇，然后各种的，哎，那我们其他人就会说哇。以利亚都从我们为什么求神，特别耶稣如果有大能就毁了他嘛，怎么可以抵挡？那特别我们今天有很多政治哇，真的是逼迫神的教会，那我们更应该可以这样。但是耶稣这边讲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反省，然后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怎么样灭人的性命，是要怎么样救人的性命，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求主恩待我们了、啊。我们遇到一些敌对我们的，或者一些做法，真的是让神的百姓受苦的。我们真的向神说：主啊，你是要救人的性命。主，但是你的百姓受苦，怎么办呢？求你安慰你的百姓。主，你让这些不明白，因为他们所做的真的不明白，他们心里面。是撒旦，我们的敌人永远不是这些政敌，永远不是这些逼迫我们的。耶稣说要为我们的敌人祷告，为什么？因为只有他背后掌管幽暗世界，哦，那个属灵的恶魔、属灵气的看不见的，他们才是真正的始作俑者。他们是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他们常常来。是他们，我们要奉耶稣名斥责撒旦的作为，救这些人，救这些人，所有的不管他多可恶，神都爱他们。但是神给人自由意志，他要不要选择是他自己要决定的。所以耶稣说你们的心为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有神的怜悯，有神的爱，救世人的心，而不是更多要看见别人下到阴间。神爱世人，神永远给人机会，不管他多十恶不赦。那个强盗定在他说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也就是说今晚你就在乐国乐园里了。求主这样子，不管他多大的生命，只要愿意救恩，救恩，我们记得耶稣就是这个救恩的源头，救恩是救恩。弟兄姐妹真的不容易啊，特别跟我们想法不一样，特别敌对我们的，特别有时候我们真的受一些委屈，甚至所谓的逼迫，我们的巴不得他去地狱，我们真的里面会气愤。但是主啊，让我知道我到底想什么，让我明白你的心，你的神的心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就这样更多。但那些真的一直破坏，我们说主啊，如果他不悔改，求你把他的灯拿掉吧，拿掉吧。有的人需要，他们已经心里刚硬，已经把生命都交给黑暗的权势了。就求主为了他的名，为了他的百姓所受苦，没有办法。但是感谢主，我今天早上刚好看到一段，也是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弟兄姐妹，我们都希望活长一点，活久一点，所以很多人为什么积蓄劳退金，积蓄
买更多的保险为连老，或者说啊，哪一天我因的意外不能收入，我因的保险可以来啊补充，哇，有很多都会想，哇，连老现在好像寿命越来越长，这样说，哇，我要赚多少，很好。但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长短谁都不知道，但是我们要为我们的后半生，真的退休生活预备，很好，我不说不好，但是更重要的。永恒，永恒扣掉这五十年，永恒扣掉一百年，还有多长呢？还是永恒？无限大扣减零，无限大减一百，无限大减一千，还是无限大？永永远远，我们在永永远远，我们有为永恒预备吗？我们有为永恒能够跟耶稣一起作王吗？公义圣洁进到神面前吗？这个是你有没有为积蓄财宝在天上，怎么样积蓄财宝，也就是说帮助穷人，爱那些帮助有人，借贷给穷人，借贷给需要，圣经说就积攒财宝在天上，为了神的国所用的，帮助人，求主帮助我们。好，那我们这边约翰雅各，求主让我们不要太快发易怒。我们再看路加福音九章，这边讲到接下来一个故事，叫守福的礼，向后看的不配怎么样进天国。第十章，耶稣差遣七十个门徒出去，啊，然后再来在十七节，哇，他们很高兴，他说他们回来，这七个人回来说，哇，鬼都服了我们，哦，然后好，我们看那个第十章十七节、十八节，耶稣对他们说：“啊，十七节，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有没有看到？这边又用欢欢喜喜，路加福音用非常多欢欢喜喜、欢欢喜喜、欢欢喜喜，是一个很欢乐的，哦，救恩就是很欢乐。像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很哇很累，有时候甚至生活身体也不好，生活也不够。”但他看到一个人悔改，看见一个人的生命被改变，哇，那个那些都算不了什么，真的那种看见一个人生命的重整，这个就会欢欢乐。他们这个欢欢乐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注意十八节，第十章十八节，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感谢主，真的看见。弟兄姐妹，所有的后面的权势都是撒旦，所有抵挡你的、逼迫你的，甚至毫无你政治圈也好、教育界也好，所有的哦那个生意场上也好，那个贪拿啊，那个不择手段的，但是这些人都被那个掌权的这世界的魔鬼所掌权啊。但是我们要祷告，奉耶稣名说，主啊，斥责他们里面被那个谎言的灵所，被那个贪婪的灵所捆绑的，被那个黑暗的灵，被那个主啊不择手段灵所捆绑的，求主释放。好，看见这，他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注意二十节，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既在天上欢喜。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财富，我们需要为我们的下半生，为我们的下一代准备，都很好，我们都不好，但是更重要的，我们在教会服事要看见有果效，更重要看见哇，每个月都有人受洗，都看见每个人都信主， 每个月都看到有人生命被改变，现在软弱但被生命被改变，好像马可曾经软弱贪爱世界，但是哎，但更重要，你做了这么多，但耶稣更关心你的名字，我的名字有没有在生命册，这是神最关心的。求主恩待我们，啊，让我们不是把福音传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的。这个就刚刚那个讲到啊，谨慎啊，常常祷告，就是恩待。好，记载这个地方，然后讲到那个马大、玛利亚，哇，忙啊，马大，
但耶稣在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的，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弟兄姐妹，我们做很多事情，很多事情，特别是急救的事情，特别有的人古道热肠，特别有人很喜欢解决人家的事情，特别很多人都很好，但是不可少的一件。我不是说那个不要做，教会清洁要，教会膳食要，探访要，招待要，通通要，敬拜团也好，通通都需要人。但不要忘了最重要的，耶稣再忙都退到旷野。感谢主，如果你有一个退休场地很好，没有心退到，关上门祷告，暗中的父跟我们的神有一个连结。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得到，已经得到上好的福分，我们愿意吗？我们愿意吗？第十三章讲到当时那个当时的那个犹太人耶路撒冷的那个总督叫做比拉多，比拉多做了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因为那个犹太人所有有血的东西不能有血的不能吃，那但是他把那血掺在他们的祭物里面，哇，引起暴动。当时犹太人暴动，他就镇压，用罗马兵镇压，所以死了很多人。那死了很多人，然后当时有那些人就来问耶稣说：“这些人是有罪吗？为什么死？”耶稣没有回答这些人有没有罪，耶稣只说一件事情：如果不悔改，我们都要灭亡。如果不悔改，都要灭亡。弟兄姐妹，这些人有没有罪，大家都很清楚，可能有，可能没有，但一个意外，一个暴动，我们甚至在有人就被车撞死。我们上次义工，我们那边有义工骑脚车，哇，早上高高兴兴要来帮助，很早，太太还说他那天特别早出来骑脚车，就路上被撞死。这人有罪吗？不知道。耶稣因为有没有罪是神的事情，对我们来讲，神这些很多的意外，我们都舍不得。他很快短短几天就帮这个家庭就募款了几万块，最少可以处理一些那个他的丧礼啊，或者安慰啊，配合他的孩子还很小，真的辛苦。但我们不明白，但耶稣跟我们讲，我们看很多意外，特别跟我们有关系的一些意外这过去这将近三年的时间，多少因疫情死亡的，在美国已经600多万的美帝有多少人，我周围我有几个同学还有什么，哇，都有一些认识的人也因着疫情走的。的确他们不一定因着罪，但是因为地上的人的罪，神允许这些疾病临到，甚至有人就离开了。但耶稣提醒我们，若不悔改，我们就会灭亡。就是帮助我们每天，就像我刚刚那个讲的那个小朋友，他祷告，他爸爸带他祷告说：“主啊，我睡觉了，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好像耶稣最后断气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我们将灵魂交在就是认罪、祷告、悔改。灵魂就自然在神中，不论我们明天遇见什么境，甚至我们要离开，我们知道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知道我们要跟耶稣一起管理他的新天新地。这是我们在地上受苦，我们今天在地上要服侍，我们在地上做人家不做事都操练，做走两里路，人家只要求这个，我多走一里路，我就多走一里路人家讽刺我这个，我就继续让你讽刺吧，我叫神的名得荣耀好像耶稣在解盲人手下也无声。求主恩待我们，那我们就一步一步一步，不要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可以跟随神的脚步人。
好不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还剩一点点，我们下个礼拜是很快的，我们下礼拜两堂哦。啊，我们把再把路加福音整个大纲讲，然后进入到约翰福音哦，然后希望有时间我们谈谈旧约，我们过去曾经提了一点，我们再多提一点旧约新约的义证已经是福音，他们有哪些重叠，为什么重叠，角度不一样，有哪些啊，求主恩待，好不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是的，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你来了是要将你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主耶稣，天天让我们看见，主啊，你所关心的是我们得胜，与耶稣同作王，天国近了。主，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教会都是不完美的人，我们都是罪人蒙召，主啊，我们要因信我们得称义，大家要往成圣的路上，所以我们要透过读经祷告，主啊，你的话来修剪我们，帮助我们愿意成为一个愿意被你修剪的，好叫我们可以结果子更多，以至于我们生命中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温柔信实节制圣灵的果子，我们可以结得出来，叫别人做这世界上多少人充满了怨，多少人充满了不喜悦，多少人充满了抱怨，更充满了恨，更充满了不公不义，觉得人家都对他不好，因为这世界真的就这样，他受伤的，这世界人都受伤了。耶稣啊，你看见这学员就怜悯，主啊，我求你透过我们赢得我们有圣灵的果子结出来，有多少人需要吃忍耐的果子，有多少人需要吃恩慈的果子，有人仁爱的果子，喜乐，这个多少人没办法喜乐，只有负面的，就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嘴里就可以说出积极造就鼓励的话，以至于让这些心灵受伤的因得我们所结的圣灵的果子，他们心灵的空虚可以得以饱足，以至于他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神。主啊，使用我们，你恩待我们弟兄姐妹，恩待每一个在这个空间学习的，所以说让我们这靠着你每天像耶稣一样亲近神，主啊，每天被圣灵充满，每天被你的话修剪，主啊，让我们真的一天比一天更多的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主啊，赐福我们，主啊，透过这四福音，你恩待我的同学，不但我们读那个耶稣是谁那本书，或者我们继续读，主啊，进入到主啊路加福音为段，主啊，我们要读约翰福音，主耶稣，让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你，更加特别在约翰福音，主啊，让我们看见耶稣你是谁，让我们更认识，主啊，求你将智慧和启示你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你，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主耶稣，我将每个同学啊，特别很多才来美国没多久，主啊，不论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的孩子的教育，或者在美国的适应，主耶稣，愿你按着你丰盛的荣耀，借着你的灵，使我同学的心里的力量都刚强起来，救他们脱离一切的凶恶，不叫他们遇见试探，主啊，愿神，主啊，你天天将圣灵将天父的爱浇灌在每个人身上，不论在我们的服事或生活中的压力，或者一些苦闷中，或者一个整个社区，或者是我们自己的祖国所遇见的事情，有很多的负面的思想或者负面的情绪，但是主啊，神的爱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要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了，赞美你，赞美你，而且听我们祷告，主啊，你继续使用，主啊，丰收神学院，主啊，你将主啊你所命定要在这边受装备的人带进来，主耶稣，你自己恩待哦，主耶稣，你恩待王院长、王师母，他们现在在台湾之前，特别是王院长岳父，主啊，你恩待这个家，他有一些身体上需要检查，给他们亨通的道路，主啊，更愿你的医治临到我们今天上课的人，主，你怎么样在路加福音行神迹行异能，主啊，照样在我们的生命中也要行你的神迹异能，我们身体所有疾病奉耶稣宣告都要正常起来，都要好起来，病毒
病菌都从我们生命中出去，让人看起来不可能的，都要因奉耶稣的名，我们凡事都能，我们都要强壮哦，正如我们心灵强壮一样，让我们每个人凡事顺利，身体健壮，正如我们心里强盛一样。谢谢你赐福我们分享的脚步，祷告靠耶稣的名，阿门，阿门，阿门。谢谢建老师。